2018年快过去了，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呢？我想还好，还好，比较好。今天12月29号了，2018年最后3天了，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了吗？我做了，但是还没完成。2019年你有什么打算呢？我要去玩。你要去哪里玩？北漂府。北漂府。啊，明年我也要去玩啦。哪里呀？去深圳、香港还有汕头啦。我要减肥。哦，你也要减肥。你呢？你这一年你过得怎么样？我觉得2018年是非常有趣的一年，因为我想要的东西都买齐了，还有我开始学粤语啦。我依家识讲少少粤语啦，我好开心嘞。你不想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想知道什么意思。就是我现在会说一点点粤语了，广东话了，我很高兴。我听说你也会讲广东话嘞。是啊，我与好运到了星星还红了噻。